弟弟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折。哇！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跌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我们是这么认为的。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行，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说说。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不能吧？还是吗？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理查下去。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那他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担心你这不是较劲？我怎么是较劲呢？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这个是徐江的儿子。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安心，门口有人找。谁呀？老高。哎，安警官，找我。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进来聊吧。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街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坐。哦，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谢谢啊。哎，又来我们这里了啊。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现在还没出来，没出来呢。嗯。但是，6年前，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他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他就跟他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他。”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就是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哦，你看到了？嗯。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没人坐。好，那我给你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217。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6，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父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听得懂吧？啥意思啊？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黄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照片吗？有的。
让我看看。殴打狱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一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明白。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安警官，谢谢。那就到这里啊。安警官，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那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是谁？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了解，感谢。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监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安爵，我们根据情报，在三监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嗯，我觉得可以试试。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除了安叔还有谁啊？你爸。我爸？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你嫌弃我？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谢谢你啊，萱萱。哎呀，都走了吗？嗯，萱萱，你那别熬夜，到了给家报个平安，路上小心点啊。你怎么才来呀？都要误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拿行李啊。都上车了。哦。哟，萱萱。不好意思啊。啊。哎，你好。啊。我叫轩轩，麻烦你开一下后备箱，谢谢。哎，你这是干啥呀？你折腾什么？你说你，哎，走吧。我走了吗？
我走了，妈。阿姨。姨，他。行行，没事儿。你这样，你的车跟着他。就是机场不是还有托运的事儿吗？你帮着拿东西啊。啊，对。谢谢谢谢。那我走了，姨。啊，快点，别跟丢了。我刚恢复半天的工作，你们怎么又来了？没办法，有人举报，我们就得查。这次又举报了什么？你收受下湾采砂厂白江波的贿赂，打压他的竞争对手徐江。啊，你这不是瞎扯吗？不是老周，你们老这样啊，我们工作没法开展，知道吗？好，瞎不瞎扯不是我们说了算。我告诉你，我不同意啊！这里有猴呢，而且只带着一个猴溜。你要是这样，安心，到我办公室聊。怎么着？你这晚饭扒了两口算完事儿了？我吃的方便面。哦，对了，有件事儿，检察院三天两头找安心，怎么回事？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要不我去问问。我不能去，你更不能去。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着急啊。徐江放了，没到24个小时，为什么要放人？上面通知的，我们就差一步，白天就差一步的，怎么就能放人呢？已经这样，你就别着急了。压了10年8年的案子有的是。我们让徐江去逍遥10年8年吗？我们配做一个警察吗？你干嘛去？你滚！咱现在没直接一证据，你说怎么办？有件事我们忽略了，啊？白天你讲过。拜拜，明天给阿生带个肠粉啊。好嘞，谢了。我刚拖地，你到外面去啊！阿生啊，收摊啊！哎，哦，好，我也完事了。我听说徐江今天被抓了，不会联络咱们吧？应该不会，除非警察手里掌握了什么证据，否则徐江应该不会往外吐。也好。他被抓了，有警察盯着他，他不敢对小虎做什么。衣服，要不要去我家做？啊，好。阿胜，啊，你看去买点吃的。要不要点啤酒？啊，好。好。
你疯了吗？你干什么你？喂！安全送到，好，辛苦了。完成交接后，赶紧回去休息。是。来，这边。咱们是不是撞错了？报告，你怎么出来了？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说，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安心，这里能不能罚点门啊？让他说。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请问如果当时陈树廷和他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树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内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你还讲什么？离了陈树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李江，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我自己当总，你少废话。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